震惊啊！哇，东西也太多了吧！你专业户哎、欸，完蛋啦，九妹，九妹有这些东西，然后他不用验法，傻啦，这我不服。还是说九妹比较红，所以有特权？到底是平价的大麻吸引人，还是高贵奢华的大麻令人向往呢？欢迎收看今天由新北地检署赞助播出的《就是要对决》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Toys。震惊啊，各位！震惊啊！网红九妹雷拉涉持有大麻遭逮捕，哇，帅气啊，九妹啊，帅气啊！哇，东西也太多了吧！你专业户哎、欸，你们看这台手机不得了啦，里面一定有很……这个是手机吗？哦，这个是秤啦，这个量有点可怕哎、欸，完蛋啦，九妹！移送前有验尿，但并未检验毛发，傻啦！这我不服。我当时是验了发，也验了尿，我的毛发并没有验出大麻成分，但是我还是被勒戒。九妹有这些东西，然后他不用验发，还是说九妹比较红，所以有特权？公称是在网路买的，是在网路买的。哦，就是是在虾皮还是淘宝？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快要双十一了，他有免运吗？还是打折吗？我坚决反对一切的毒品，一定要把这些涉案人士通通清除，还给台湾一个干净的社会。